那你想怎么样？读书、考试、上好学校，想变成最聪明的人，找到答案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保护世界。死者胡小蝶当年和你说过什么吗？他什么都没说。你知道什么呢？一定要如实说出来，不要怕。那说好了，你保护世界，我保护你。不要怕，我们就是想给你颁个奖。你那天给胡小蝶同学盖衣服实在太感动了。你再咬咬牙啊，等到大学毕业咱就算熬出头了。这里有人被打，很多人打一个啊。我他妈是明白了呀，动手。这妹子喜欢他，觉得他好看，想帮他是吧？啊，奖励他亲的疯狗一个。亲啊。哇，我亲了，真亲了，亲了。你要是付一点钱的话，我可以考虑保护。连你自己都保护不了，怎么保护我？你叫什么呢？都亲过了还不好意思说呀？去哪儿啊？随便。你是不是有点喜欢我呀？我喜欢你什么？放心，带你回来不是为了睡。没想过干嘛要说出来？我就是个小伙子。在这儿见，陈念欠小北一次。你为什么不上去？不说没用。有用。你太敢讲了。知道 was 和 used to be 的区别呢？其实两者都是曾经的意思，但不同之处，如果用 used to be 的话，就有一种失去乐园的感叹。